请收看《慧心世界》金刚八节波罗蜜经。心中一想。请大家合掌。灵炮，我们以虔诚的心，我们来奉请八金刚，奉请清除灾金刚，奉请辟毒金刚，奉请黄水球金刚，奉请白净水金刚，奉请赤生火金刚，奉请定特灾金刚，奉请紫贤金刚。金刚爱菩萨，奉请金刚与菩萨，解空真者须菩提，请大家跟我念：七首三界尊，七首三界尊，归命十方佛，归命十方佛，我今发宏愿，我今发宏愿，持此金刚经。上报四重恩，上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苦，下济三途苦，若有见闻者，若有见闻者，悉发菩提心，悉发菩提心，尽此一报身，尽此一报身，同生极乐国，同生极乐国，无上甚深微妙华，无上百千万劫难遭遇，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愿解如来真实义。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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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各位同修啊，各位在座中华民族15615姓氏列祖列宗朱建宁，中华民族历朝917位天主帝王朱建宁，各位参与共修，家中就贤妻族，还有各位历劫以来愿心在主。双法界三界万灵，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啊，咱今日在中华民国95年2月26日，也是咱上基山咱维新中每一个月千佛受证会一日禅共修，
在去年1005年以来，一直在讲解《金刚经》的殊胜，是一切经之妙。啊，《金刚经》的法义，嘛是一切经藏之根源。所以《金刚经》的殊胜不可算，不可算，不可思议，不可思议呀！啊，在过去，咱对其他的经典、经藏来讲解，到今年时机因缘成熟，所以咱决定伫今日呢。来讲解《金刚经》。在早起4点外，下南龙天护法下来降临，在全省甲咱护佑，甲咱加持。啊，先锋醒悟，乘风乘雨，先锋醒悟。降临，因为他是圣物，是龙天护法诸菩萨来降临，早起一直在落雨，甲现在咱开始升段以后，一片的光明，佛光普照，啊，可见呐，啊，咱。真有福报，啊！可见，啊，咱大家动手，甲佛言、法言，啊，这不是用嘴讲得出来，只有用每个人的心来体验。咱《金刚经》要讲的，要讲偌久呢？要这个未知数。咱随顺因缘来讲这部《金刚经》，六祖坛经诶，咱都正正头到尾都5年，一工都无减。那么咱《金刚经》诶，要讲到十方圆满呢，可能爱讲几年啊。我希望咱同修，啊，大家每个月共修。较无用袂呢，咱咪参与共修。咱其中若听到四句法的时，用伫生活，用伫咱的日常生活，用伫咱的工作，用伫咱的事业，用伫咱的家庭。我相信，咱大家会得到真济真济福报。啊，这点我会当真肯定，甲各位。事先甲各位讲，啊，《金刚经》啊，这部经讲的大师非常非常的多，咱电视拍开，啊，法界卫星、佛光卫视。啊，大爱啊，或者各种各种宗教的电视台，拢有咧讲解。啊，包括台视，啊，那再是礼拜四透早，啊，嘛是有台视在讲解《金刚经》。所以《金刚经》的讲解，啊，咱有不同的立场来。切入啊！佛法有84000种法门，那么咱要进入到咱心灵的世界，那么进入毛84000条的路，每一条路你入去，拢是要到心安的境界。所以咱一部经，随个人的因缘来讲解。那么我是在家，
啊，在家咧修持，在家修行，啊，我以在家的方式来讲解这部《金刚经》，希望咱在家的十方善知识，啊，若是我所讲的，啊，有所下这个不足的，那么我真欢迎咱十方啊善知识多多指教，多多纠正。啊，咱在家呢，就是在烦恼的家，啊，在烦恼的家呢，在烦恼的环境叫做在家，啊，出家就是爱离开烦恼的家。所以各位啊，咱今日虽然拢是在家的修行菩萨，但是呢，吼，咱在家嘛好，出家嘛好，咱一定爱悟。咱若无多悟着，无多去领悟，无多顿悟的时，你出家嘛是甲在家完全共款，无啥物分别。所以自古以来，我一直一直地思考这个问题。所以，我遵照贵国先师王禅老祖师尊的开示，一饼顺年，饼嘛是南方火，啊八卦，啊先天卦是南方，在南方是乾卦，乾卦是三阳开泰，后天。在南方，饼点火，嘛是火，嘛是一片光明。顺，在咱来讲呢，是九，九就是九，九嘛是咱后天八卦，六书后天八卦是九数，北方为一，南方为九。所以九者是阳，是离卦，是光明，是太阳。离为火，是叫做天干四伏。啊，那天干四伏，咱来共修，咱就等于开发咱这里泥丸宫丁秀。啊，这咱的大智慧，咱的金刚本性，所以咱的头壳顶、面顶，拢一片的光明，是一，是一，一，一，就是咱的心，是咱的如来本性，咱的佛性。所以咱这金刚经讲起来真长的时间。但是呢，咱在世间短短几十年中间，有几界会当来了解呢？所以一切修行之法，无分王侯将相、凡夫造作，咱拢爱用的咱的智慧来破除咱的烦恼。但是呢，咱的金刚本性虽然，我都用各种各种的武器来甲破掉，只有一项会当破掉咱的金刚性，就是烦恼，烦恼，烦恼。咱烦恼真多的时，咱心就郁闷，心就浊的，心就白掉的。一旦白掉的呢，啊，咱的金刚自性，咱的智慧。都无去啊！所以，咱烦恼真济的事，啊，咱就如何来破除烦恼呢？就修行妙法，修持智慧，才能破掉烦恼。咱每个人，逐天拢甲六个叉在斗阵，六个叉就是六个魔。六个叉到底呢？是要创？伊是要创啊？这六个叉
伊唔是要偷咱的钱财，伊唔是要夹咱的钱财，而是增加咱的烦恼。人个贼是啥人？目睭是贼，耳是贼，鼻是贼，嘴唇是贼啦，身躯是贼，然后咱的意念是贼啦。恁唔知有去想着无？咱来到世间，出世来就六个贼，甲人斗阵。这六个贼啊咧，常常会化作魔。但是这六个贼，你若智慧，你就会化为金刚。哦，所以各位，咱这六位金刚要如何何成为金刚呢？这就是咱以后未来真侪年咱共修《讲金刚金刚经》的重点。所以咱住伫这个烦恼的世间，叫做娑婆世界；娑婆世间叫做娑婆的世间。无，请问各位，啊，恁啥物物件啥有啊？有啊？啊，名嘛啥无，利嘛啥无。啊，表面咱咧算真侪钱是真好，但是算啊嘛是贵。你敢会永远甲定调咧？你有永远将钱定调，而且也是有没有？是不是？你再去吃早餐，你要有钱，加了钱，贴了，咩？今摆你嘛无贴了呀，嘛烦恼啊！你个贴了嘛烦恼，你个办嘛烦恼，是不是？那叫做生的烦恼，生一生的烦恼很苦。所以咱伫幸福有六个贼，但是这六个贼是大护法，未使无这六个贼在幸福边。这六个贼拢是咱的老师，叫做烦恼正菩提，烦恼正菩提。啊嘴，啊嘴咧讲话，我当再是再去这个共修，是要来讲国语好，或是讲佛的话好。我嘛是有烦恼了，这嘴的烦恼，三心的烦恼。我因为现在咱这时段《金刚经》，我讲了后，一个月后再时，我会到伫咱台视电视台要来播出，和咱在家的老菩萨、和尚、和尚，啊因。会当了解到金刚经甲咱的生活的密切。啊，一站呢，我都讲国语，播国语的。啊，就阿爸上老医生敲电话起来说：“师傅啊，阿爸你讲梵听有诶话好无？”我讲我伫咱客家人客家话的所在，啊，讲普通话听不懂。我说听唔到，我就讲功夫，这就是靠所反省反映出来的烦恼。所以咱伫世间有六个烦恼伫身躯边，六个贼伫身躯边，六个魔伫身躯边。但是这六个魔、六个贼是咱上大的老师。有阵时咱话讲唔对去，以后咧造成身躯边的人的烦恼。啊，接下来呢，咱家己自己足歹势，足歹势呢，咱的心因为歹势了以后，咱的心思想，咱都影响着啊，咱都耿耿于怀，那咱的头发根就较失利啊，所以一个烦恼真济的人。
头暗暗，啊，幸福活动无方便，这是啥？幸福的差。所以各位，咱唔知有去注意着无？咱人在如来的境界空界投胎到世间，转世来到世间的时，咱就甲六个魔斗阵，甲六个贼斗阵。这六个魔、六个贼斗阵呢，啊，时时刻刻如影随形，如影随形，一卡步都无能离开。所以啊，今日咱正好一年，要来讲解《金刚经》，这破除烦恼的妙法。而且呢，将咱内在的智慧、咱的生命，迄个我都用怎么拍破迄个金刚，咱的心、咱的本性、咱的生命。所以就这部《金刚经》以外呢，要有资金，拢是伫开始咱每个人如何来离开烦恼的根。那么各位，咱嘛会当做出家的大菩萨。啊，你看大概有可能哦，遐无勇气。啊，他无勇气，然后有，吼、哦、有，恁那咱就爱好出去，咱要过一个真正快乐的啊菩萨，啊快乐佛，快乐如来，安尼敢是足好呢？所以啊，啊咱在家嘛可以修行，出家嘛可以修行。出去离开烦恼的家，嘛是继续爱个修行，嘛无嘛是落入烦恼。那么咱要离开的烦恼，必定爱发。所以本宗门伫癸亥年正月十五开始啊，以一经风水的妙法。后来含佛法合二为一啊，那么咱将佛法啊合二为一的时，我发觉咱大家给过了真正幸福快乐。那么今后咱会将更加深一步的妙法来提供佛教的大家共同来修持阿弥陀佛。